入迪士尼开学，同毛毛大眼仔做同学。今日又带我哋迪士尼乐园啊！系啊，今日有新嘢，我哋去睇怪兽大学啊！香港迪士尼将入口附近嘅动画艺术廊改装成怪兽大学行政大楼，门前仲挂咗校徽，连窗都加咗怪兽造型。里面有咩特别呢？我哋入去怪兽大学啦！大楼里面有校务处，展示毛毛同大眼仔的学生相，仲有毛毛同大眼仔公仔俾宾客影相留念，仲可以整学生证啊！将入场券放落机度，揿下确定掣就即刻开始影相。之后到旁边嘅小镇冲印店拣相同埋学生证款式，再入埋名就完成啦！我系一个大学生，我哋都系大学生，我都系一个大学生。之后可以去上绘画班，导师在台上面示范，同学仔跟住画，大人小朋友都可以一起上啊！我哋画好啦，系咪好靓呢？我哋玩完就梗要拣翻啲怪兽大学嘅嘢啦！耶、yeah, ！你哋快啲拣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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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哋拣啦！例如有着校服嘅毛毛同大眼仔公仔，仲有着毛毛衫嘅 Duffy。粉丝唔好错过啊！我哋开餐啦！只需要俾238元就可以免费获得学生证同埋大眼仔杯垫，仲可以喺火箭餐厅享用怪兽大学午餐盒，连大眼仔汉堡包啊！